有了这个灯光以后呢，尤其是在晚上，别人的一个目光啊，都会被这个灯光吸引过来。以前呢，我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穿的是那个假肢啊，也不喜欢把这个假肢露出来。我也想传递这么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大家穿假肢和正常人也是一样的。